国散打56公斤级天才人物李康，囊括本量级所有荣誉。此刻他登上擂台，面对同样天才级伊朗冠军赫季扎德，李康自创独门技法震惊全场。哎呦，这个帅帅什么动作呀！一场顶级较量就此拉开。远的，哎哎，那伊扎德已经在这个边上了，哎。将要出场的红方选手是来自山东代表队的李康，有请。红方选手李康。他蝉联了2届全运会的冠军，他身高是1米68，国际健将级选手，2006年进入山东队，2010年就夺得了11届全运会56公斤级的冠军，2011年第11届世界锦标赛56公斤级的冠军，2013年又将第12届全运会56公斤级的冠军奖杯揽入了怀中。下面我们有请蓝方选手，来自伊朗的穆伊郝季扎德。蓝方选手穆伊郝季扎德是伊朗全国锦标赛也是蝉联的2届冠军。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，国际级裁判员马涛。56公斤级，红方选手来自山东的李康，他的对手是来自伊朗的赫季扎德。在这个比赛当中呢，我觉得还是看看摔法和拳法的这个较量吧。两个选手在身高上我们看到差别比较大，这个中国运动员李康呢是身高1米68，生于89年11月13号，但是他的对手啊，我看好像也就是1米6左右，身高不如他。像他这个级别呢，在我们散打里面呢，属于一个小级别。赫季扎德呀，是在这个伊朗的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当中蝉联了2届冠军，所以在这个级别的伊朗的全国比赛当中呢，他的成绩是最好的了，哎，非常棒的。当时，哎，这个帅帅什么动作呀？这个一个转身后蹲腿，蹲到对方的小腿上，把对方给蹲倒了。我都开玩笑说，这个陈导这是有意还是无意？我觉得运动员这种表现是一种自信，自信啊，太有意思了。我们李康呢，就是应该说是全国所有，哎呀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他就有一种自信，很淡定，我就逼着你，啊，所以有时候运动员表现出哎很淡定，我不出多少动作。陈导，我担心这个赫季扎德呀，是不是打惯了这个擂台的全台的那个。那个有那个护栏的那个了，他是不是已经心里刚才一上来有点不适应了？有关系，有关系哈。但是呢，我们锦标赛擂台呢是翻的，这个呢是远的。哎哎，但是我们不能大意。刚开始出局不错，对我们李康这名运动员呢，他技术很丰富，他直进动作、斜进动作，而且呢这个拳法都打得非常棒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很果断。哎，刚才一个摔。
哦，非常可惜。李康呢是2013年的全运会这个级别的冠军。是的。这个成绩也不错。他是2届全运会的冠军。上一届也是冠军。2009年，山东全运会也是这个级别的冠军。所以作为李康来讲，他一定要稳扎稳打。李康这个得分啊，他有个特点，他这个击打的动作质量是很高的，然后呢这个力度速度他都具备，都非常好，得分非常清晰，但是呢不能大意，就是在这个场地上还不够适应。对对对，在第一回合第二回合两次，你看两次都掉下，自己掉下这个擂台。所以我经常在训练中我会教育我们的运动员，擂台在哪里，哪怕我们在擂台外面，擂台在心中，我自己的我自己躲闪、或者说是防守后退，我要知道那擂台在什么位置。对，哎呦，看看小心，刚才这一个拳通过可以慢动作再看一遍，这个拳打在胸口上，好像中击一下了啊。何以扎德继续坚持比赛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好像何以扎德有点要放弃比赛的意思吗？这一下确实是一个重创，比赛可能就此结束。比赛就此结束。李康以 KO 的绝对优势提前结束了整场比赛，他以绝妙的散打技术彻底征服了全场。跌倒几次爬起来，中国运动员李康的绝对优势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